要记得 B 才是关，因为我许过了，只有你们委员会没有关。好，记得 A 开 B。好的。
报告委员会，现在因为人数不足，我们稍后啊，再继续，现在暂时休息，稍后再继续开会哈。
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现在开会，敬请报告事项，请宣读。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七届第六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999年12月20日上午，地点红楼三零二会议室，出席委员涂文醒哲等11人，列席委员彭委员邵景等27人，请假委员马委员文君，列席官员司法院秘书长林景芳等人，主席与召集委员学章。报告事项，宣读上次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审查司法院函送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100年度预算及董事长、执行长一般一级单位主管之职权说明、个人简历及薪资等资料案。二、审查司法院函委例司法院遴选律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转任法院法官审查办法草案，订定发布，请安排专案报告，请查照案。三、审查100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分营业部分，关于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主管100年度中央公教人员急难救助基金收支的部分。第四，处理法务部函为本院第七届第六会期通过该部函送财团法人台湾更生保护会99年度预算书决议，其中事业总支出新台币1,685,400元冻结1/4，请安排报告，请查照案。决议个案均报告询答完毕，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100年度预算的部分，业务计划部分依业务收支转投资、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及资金运用等项审查结果调整，收支预算的部分以及固定资产建设、改良扩充、国库增补基金额的部分均照列，接缴国库的净额转投资计划以及补办预算部分无列数，并通过附带决议两项。有关司法院函违例这个司法院遴选律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转任法院法官审查办法草案的部分，请查找案，准予备查。有关中央公教人员急难救助金收支的部分，基金运用计划的部分，按总收支及本期余处等项之审查结果调整。另外，总收入、总支出及剩余的部分均照列。其次是有关法务部函财团法人台湾更生保护会99年度预算决议事业总支出冻结1/4的部分，准予冻支提报院会。以上个案均审查完毕，提报院会。财团法人扶助基金会100年度预算书及其董事长、执行首长、一级单位主管职权说明、个人简历及薪资等资料，以及中央公教人员急难救助基金收支的部分，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吕召集委员学章出席说明。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仅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院会。宣读完毕。因为在场的委员呢、人数，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没有错误就确定，请继续宣读会议议程。1999年12月20日全天及12月23日上午为一次会，继续并案审查。本院委员谢国良等62人，以及黄淑英等23人，吕委员学章等44人，以及柯委员建明等17人，分别拟具之法官法草案，以及委员孙大千等33人，委员彭少景等19人拟具之司法官法草案，本院民进党团拟具的法官及检察官评鉴法草案，本院委员潘维刚等拟具法官及检察官职务监督法草案。宣读完毕。好，议程已宣读完毕。现在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司法院林秘书长。
江副秘书长，司法行政厅黄厅长，人事处梁处长，监察院监察业务处王处长，法务部陈政务次长，检察司郑检察官，人事处卓专门委员，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张主任秘书，企划处黄副处长，给予处林副处长，人力处林检任视察，接着介绍全叙部吴政务次长，特审司吕司长，退府司刘检任视察，考选部考选规划司苏副司长，行政院主计处第一局辜检任视察，中央选举委员会法政处蔡科长。以上都没介绍到，稍后我再补充介绍。现在介绍今天与会的本院的委员。首先介绍是本委员会哈、林鸿慈委员、李俊毅委员，还有我们潘维刚委员、柯建明总召。好，谢谢。报告委员会，法官法草案上次审查时有八个相关提案，本次会议又增加了一案，共有九个提案并案审查。增加的一案是本院柯委员建明等17人拟具的法官法草案。现在就请柯委员建明来做提案说明。主席、各位委员同仁，事实上，我提案说明在上一次法官与检察官啊评鉴法里面也做大概的说明，也陈述很久。那我个人很感谢我个人版本，虽然还没正式复委，但是在前几次的审查里面都有纳入，都有纳入讨论，所以基本上只剩下46条还没宣读而已吧，好。那大致上，我认为今天提前说明，那就可以不必提前说明，可共我大概起效了。那很感谢，好，大概就谢谢主席上次给我已经提前说明过了。谢谢柯建明委员等17人所凝聚的法官法草案的提案说明。现在继续进行逐条讨论。因柯委员建明等人所提法官法草案，本次会议才与其他提案呢并案审查，所以现在请宣读柯委员建明等人提案条文。因为柯委员等人提案条文与柯委员先前提出的修正动议条文呢、内容均同，包括46条哈、都一样哈、因修正动议的时候已经全部宣读完毕，那提案条文呢、我们现在就不再宣读，有没有意见？没意见的话，我们就确立哈。那现在就来继续逐条审查。上次会议审查到第15条，现在就继续审查第16条。我们现在是不是针对16条以下的条文呢、我们是不是请要不要协商一下？
十六条有没有修订？一样是吧？有没有？那十六条啊，因为没有看一下哈，准备一下好吧？对呀、啊，那已经宣读过了啊，那我们要不要就直接协商一下好了哈、啊？那我们来进行协商，谢谢哈。啊那请柯建明委员哈发言，针对十六条的部分。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各位列席官员哈，基本上十六条就是对于法官不得兼任职务的一些规范嘛哈。法官当然不能当民意代表，这个很清楚。最主要是法官的身份和形象的问题，当然好有一些要规范的更清楚一点。那本局等几位委员所提的案子里面呢，增加第五款、第六款。那当然，第二款里面有公务员服务法的一些规范。那公务员服务法的规范，最主要在第十三条里面。那我这个第四款、第五款是补足第五款、第六款是补足十公务员服务法第十三条哈，有些不同的地方，希望把它定要严谨一点，因为。公务员服务法十三条规定，公务员不得兼任公营事业机关或公司代表的。好，那这里把盈利事业部分写得更清楚一点。我想各位委员哈，来斟酌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接着请李俊毅委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哈，各位委员啊，各位列席的官员哈，我请考试院今天，考试院请副司长是吧？还是政务次长吴次长？政务次长啊，吴次长，李委员好，好来吴次长，你们这个就为了一个公务人员跟公务员，然后就搞了两个版本，这是怎么回事？不是他这样子哈，就是因为公务员服务法它的范围比公务人员的范围大，哎，所以我们这边他因为差别在哪里啊？他这里就是原来他们版本是司法院跟行政院是公务人员、公务员服务法所规定不得兼任之职务，我们特别把它公务员服务法所规定公务员不得兼任之职务，这样子。对啊，加三个字，哎，三个字。就差一个公务人员跟公务员的差别。不是，就是我们特别，就是他在这个不得兼任之职务前面加三个字，公务员不得兼任之职务。对嘛，就是把公务人员不得兼任改成公务员嘛，啊，不得兼任嘛，就这个样子嘛，对不对？对。那这差别到底在哪里啊？因为公务员的服务这个范围比较大嘛，那公务人员像比方说我们一般谈公务人员，就是在有送审的这些这个人员，然后公务人员一般常任人员。能不能举一个具体的，就是公务人员可以做，公务员不能做的是哪一件事啊？像比方说我们一般的这个公务员，政务人员也是用公务员服务法，那一般的这个军人啊什么都是公务员服务法的这个范围，所以公务员服务法所界定的范围比较广。那到底差距在哪里？就是他的这个适用的范围不太一样，这个公务员的范围比较广，涵盖的人比较多，但是不能做的行为的差异在哪里啊？我们现在因为他这个是指公务员服务法，公务员服务法，那公务员服务法，法官当然就是用公务人员就够了啊，那你为什么一定要用公务员？不是，那服务法所界定范围是公务员。好，那就是公务员不能做的事情跟公务人员不能做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是一样啊。
一样啊，一样，你没有没有，就是他适用对象不一样，哎，对，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莫名其妙吗？好不好？那另外哈，那那个好，谢谢你，谢谢，好，谢谢，谢谢秘书长哈，秘书长，李秘书长，哎，李秘书长哈，你这边哈，第五款哈。李委员你好，啊，你好，你好，你早。第五款，第五款这边哈，影响独立这个当然不行哈，或与其职业伦理哈相违背这个也不行啊。职位尊严这是什么东西啊？什么叫职位尊严？职位尊严就是，法律上的职位尊严是什么定义啊？身份啊，就是又为了要表彰这个，就是维护那个法官的那个身份、啊。你一个张姐的，像这种法律用词哈、哦，都要非常小心呐、啊，啊、哦。你就是说他的兼职不能影响独立审判，不能影响他的所谓职业伦理啊啊、哦哦，职业伦理哈、哦，因为职业伦理有一个。也有一个相关的法律哈、哦、规范的哈、哦，公务人员伦理法哈、哦。那你这个职业尊严、职位尊严，这个是什么东西？这个哈、哦，我们幕僚也搞不太懂啊，对不对？举出来例子了哈、哦啊，说以前哦，曾经有一位法官呐、啊、哈、哦，他去寺庙当住持啦、啊，那像这样就不适当了。他有影响公务吗？他有影响公务吗？有影响公务吗、就是？搞不好他心里面很愧疚于他。对，就是类似。那那监察院长也不可以兼着去传道喽。那个不是怎么那嘛是宗教的呀、啊，那嘛是宗教的、啊。哎呦，拜托，要不这个拿掉好不好？可以啦，这个不影响 啦。我们主要是不要影响到那独立审判什么什么。好，我们尊重委员的意见。这个放进去的话，以后我们立法委员也要放进去了，不得影响我们的职位尊严。总统也要放进去，不得影响职位尊严，这个不行了，好不好？好，谢谢。我来补充介绍哈啊、本院委员啊、蔡正元委员啊来，对，就是介绍一下哈啊，一个人对，帅哥让大家认识一下哈、啊，对，好，那我们是不是司法院这边针对这个职位尊严哈、啊，这个部分三个字删除嘛哈。啊好吧。就是用公务员嘛哈。公务员哈。因为跟公务员服务法。哎，对。好，那就依照这个考试院还有我本席那个版本了哈。那个改就第16条部分，公务人改成公务员了哈，服务法就依照公务员服务法。所规定的公务员不得兼任的职务啊，那另外把这个第五款哈，第五款第一项第五款的职位尊严四个字，删除，啊，其他还有没有什么意见？啊，您的第五款是吧？第五六是吧？啊，盈利事业那个部分，要不要再一？第五六哈、哦，第五六的部分，增加五六嘛哈、哦。那说明一下哈、哦，好不好？说明一下。哎，注意各位同仁哈，那这么公务员服务法13条规定哈。不可以投资什么东西哦，但是他有一弹书，就是说你直接监督了，哦，你直接监督了不可以，
他说你是农委会的人，你不可以同时你其实监督的农业，你投资别的可以，还有你的股份不可以超过10%，他就说你的股份他的10%以内就可以。公务员服务法有这个弹书，我要把这个弹书排除掉，因为法官的比较严谨嘛，所以为什么要列入我的第5款、第6款是这个意思？你起码哪叫呢吼？叫公务员服务法，你去导出下面讨论那个赛，这国中最下面那个赛，你每天导出10%一场决赛啊，是不是这样？法官，你可以投资，你可以法官可以投资3个投资哦，那比一般的公务人员还限制还宽了，因为一般公务人员有他找经济部的，他不可能投资他，农委会不可以投资他，直接监督的，好，那法官什么都可以啊，而且这个10%，所以这公务人员有这个10%的限制，而且他直接自主监督的，那我是说这些东西都在这弹书的排除掉，所以要把它加上去，那照公务员服务法是比较宽松的啊。法官，按哪这种没有我的第5款、第6款的话，法官也可以投资生意啊，可以做生意啊，不要超过18%就好了。行不行？秘书长，就是请林秘书长说明一下哈。柯委员您好哈，那个关于您的版本哈，那个第5款跟第6款，这个跟公务人员服务法，那这个是由考试院主管的法条啦哈，我们原则上我们会尊重看考试院的意见是如何，不过我看那个最后一款也足以涵盖5跟6了。最后一款就是说其他足以影响法官独立审判或看他职业伦理哈不相容的职务或业务。这个很大家感受有不同价值取向，那个很难解释。大家拢会了啦，一定会。好，你要把明定清楚，不可投资商业行为、投资盈利事业，那个写清楚吧。你说会影响他独立审判，他说不会啊。那个请考试院好了，好吧？请考试院。吴市长。柯委员好，那么本报告委员好，本来我们是觉得说，这个委员的要增加这个第16条的这个5款6款哈，本来我们是认为说跟这个第2款这个公务员服务法这已经有规范，但是刚才委员特别这个说明说，因为13条这边他因为弹书要更严格的规定，那考试院没有意见。对啊，因为他有弹书可以排除。所以法官根本没有限制啊，他只要把我在趴的赛啊，啊，所以应该要写清楚了。这个不过那个有没有那因为第5款跟第6款哈、哦，应该用第5款的比较好。你们那个第6款，因为它有点跟第5款有点重复了，啊、哦，那个因为盈利社团之董事、监察人、执行业务、股东或其他负责人。哦、那跟后面那个其实有点重复了，啊，经营商业那有点重复了。那盈利事业就是经营商业嘛，经营其他的包含在里面。啊，对啊，啊，可能也会有点问题。啊，是不是就第5款你的第5款的部分给它纳进去，那第6款呢就删除了。第六款还那边会比较全部把它一网打尽的。不是，那就是因为你，这等一下我们盈利社团了哈、那个，到底要怎么写哦？我们可以协商来探讨一下。那我主要精神是这个精神啦、啊。对。公，你敢叫公务员服务法的话，他什么改起拢会让嘴啦？包括被导致被这个下面拢会晒，只要买十趴的晒啦。就是要遣词用字稍微改一下，啊，好不好？好，那我们来协商，文字再调整，好不好？
报告委员会，我们第十六条啊暂予保留哈。那接着这个第十七条，各位委员针对第十七条有没有意见？柯建明委员发言哈的。主席各位委员同仁好，对于审查方式，我建议说，我们尽量不要在台下讲，除非说讲都讲完了，文字调整的时候才。因为虽然没有相对照版本哈，实名的论有些哈，大家透过之间的了解哈，可能对整个审查法案的整个前后才能贯彻了解。请秘书长好不好？请林秘书长。十七条分两项嘛，总是法官，吼、哦，像大法官交院长、所长，吼、哦，要是，吼、哦、要去兼职的话，吼、哦，要必须要同意，法官必须，吼、哦，这任职机关同意，那大法官院长以及所长，吼、哦，要经司法院同意，哈、哦，对不对？对。那我现在就是说，到底有哪些职务现在？是法官在兼的，那目前兼职的情形怎么样？目前兼职情形怎么样嘛？目前兼职啊，只有一种，就是到学校去担任老师了，授课、讲课、讲课。那你的标准是什么？同意与否是怎么样？四个钟头嘛，一个每个星期四个钟头之内哈、哦，可以去学校上课，然后但是要请自己的休假，要请假。总共今天，今晚法官都顶很大，法官。现在好像那个一个要结的案子非常多了，他一个哦，因为承担很重嘛，大家拢往法官做袂起哦，一个一礼拜我都四个点钟几外号监护，拢无这个情形，下骹够够可能啊，那大法官应应嘛，各级院长，哦所长这个比较可能啦，法官本身他的现在包括家结问等等，他的解判决书等等。一百几天百个西江监护，这几个寡罪，情形不多啦，因为大说像委员您说的，就是法官负担根本重嘛，所以法官本身啊，搞不来了，晚上写判决书写到十一二点了。大部分比较常见的哈、哦，就是到像司法官训练所、司法人员研习所去讲课，那种是哈、哦、基于本身有点传承的味道。到大学去教书。那个很少了，很少。说你是表彰警察行政了，那种情形很少，而且通常有那种情形。现在目前大法官各级院长有没有在，你机关所长有没有在外面兼？有啊，兼职的。这个是就是担任那个讲，就是在有没有什么统计在法学院里面。那个好不好？秘书长，我们再另外给你统计。好，万在外面兼职有多少人？你们现在整个标准是怎么样？好、哦，包括第二，那你们大法官。啊、哦，以及各法院院长、所长，这些现在目前的情形，先弄个表来聊，弄清楚一下，好不好？嗯，好，可以。好吧。可以。啊、哦，为什么这些这他无用的，一定要去往后监禁？主要就是，我就说司法官训练所、司法人员研习所，那个是责无旁贷。那听得下去啊？到大学就不一定了。嗯、大学法律系也是。我操，用职业百系点点顾。最高啦，一般是没有到这样。你用这些资料，用这资料，我们大家参考一下，好不好？好吧。好。那目前所有人间的所有的，你那边一定有吧？有资料。哎，你的那个作业要点来看一看，好不好？好。那请人事处来准备一下哈。好，接着请李俊毅委员哈，俊委。我请考试院次长，好吧？请吴次长。好，吴次长好。委员好。这个兼课是规定在哪里？兼课是他这个人事行政局有通函哈，就是说，兼过行政院同意，所以是行政命令，兼课最多四小时，所以是行政命令。哎，对。法律上不没有去禁止兼课。没有。没有。没有。
法律上有禁止兼职，但是没有禁止兼课。他这个兼课跟兼职啊，事实上一样啊，一样。对，那我们的法律上的禁止兼职没有排除学校的工作，没有，因为像比方说，我现在就把法治搞懂嘛。对，哦，如果说法律上没有去禁止，那现在我们特别要去禁止，哦，哦，那就是我们要特别考量了。那如果说法律上已经有禁止，那看他的这个禁止，我们要怎么样再去做修正，就比较容易了。跟委员报告一下哈，依照公务员服务法，他就是说，你这个兼任呢，会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个事业或团体的这个职务哈，哈啊，设有报酬，那就是要经过机关的准许的。哪一个条文？所以念出来一下吧，哪一个条文？就是第公务员服务法第14条之2啊，公务员兼任会以盈利为目的之事业或团体之职务，设有报酬的，应经服务机关之许可，啊，机关所长应经上级主管机关之许可，这样。OK， 那这个前项许可办法由考试院定制，但是事实上兼课4小时哈，这个是行政院他对于他们通函的规定，就是兼课哈，到公务员。兼课啊，有4小时这样子是统一的规定。那就反正就大家都可以有4个小时。四个小时，但是要经过机关所长同意的，当然是要经过同意。对，因为你要兼顾他实际上他自己的这个实际的工作状况哈，服务机关可以去斟酌他本职职务工作是不是能够符合他这个职务上业务。秘书长有意见，秘书长有意见，对你的解释有意见来了，秘书长。我帮你们要吵起来了，请那个林秘书长。来，请讲，请讲。我是说那个依照刚刚公务员服务法那个14条之3呐、啊，特别对于公务员兼任教学或研究工作，或非以营业事业目的之事业或团体之职务，应经服务机关许可。好、哦，这个是对针对教学有这样的一个规，也这样就是说，他要经过是可以的，要经过服务机关的许可。那机关首长应该要经上级机关，如果是机关首长去教学，所以就只针对教学。哎，教学，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兼职是那个教学。好，那比如说我请教你的工哈，这个教学的目的是在哪里？那像法官教学的目的就是跟法学有关嘛，教育嘛。我知道，当然是教他的专业，但是目的在哪？目的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兼差赚一点外。不是，主要在经验传承。嘿，就教学相长，主要是这个目的。你们的立法说明里面哈，法官应专心于司法服务职务哈，避免兼任其他职务，如啊不能够避免哈，应由服务机关斟酌其本职工作负荷及兼差性质等情势决定准否哈。哦，那这个上面哈，哦，并没有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的哈，没有去强调这一点，所以这个兼职。或许我们当初立法是为了要传承啊，哦，但是搞到最后就变成大家都给干嘛谈了，哈，加减赚了，哈，这样不可能啦，因为哈，以我们自己在以我自己也曾经担任过，真的是这个样子啊，没有，我自己也曾经担任过司法官训练所的讲座，真的我都是不愿意去担任，因为我如果去教一个钟头，我可能要准备一天的。不信的话，我们来把它修成这个样子，就是。兼职应经同意，但是不得支领任何酬劳了。啊，你看剩几个要去搞？不，我当然这个是不好啦。但是我如果是这个样子，你看有几个愿意说我去传承啊，我去，对不对？立委员，因为还有交通费啊，地方上要付出啊，包括说地方法院的院长还有检察官啊，对青少年，像现在霸凌事件的时候。基本上他们都会到学校里面去做、這個。那请主席备询一下来，我问一下。对不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样子了哈，我们适度的啊，但是要范围把它界定好。我的多少私底下有问过嘛，立功教学可以哈，啊，对不对？好，那这个啊，去演讲收费可不可以？演讲是应邀演讲是可以啦。应邀演讲可以啊，像主席刚刚讲，现在霸凌事件，那要学校去演讲，去媒体做相关的评论，啊，收取那个名嘴费，那、啊、可以不可以？
这个就要看跟他职务有没有跟法官的职务是否相容了哈。这一些哈都会造成一些问题啦。哦，我说我上媒体，媒体本身有一个社会教育啊。啊，迄个都麦甲讲啊，迄个都无。李子春已经辞职了，离职了。那不要说去修正啦，就是说我去做评论。就像你在学校评论一样啊，你在教学生啊，这个这么判那么样判，或者说哪一个法条应该怎么样用啊，在学校评论可以，那在媒体评论不行，那这个也是很奇怪啊。所以我是说，我们干脆把它做一个明确什么可以的啊，就是正面表列啦，正面表列啦，不要用这种什么主管机关啊同意的这种概括性表列啦。概括性的一个表述了，好不好？那个有时候会挂一漏万 啊那个漏万的部分哈、哦，就是我们认为不宜的嘛。不是像委员刚刚说的，到媒体去评论，像有时候我们也会应邀，像公共电视台啊，请我们去，我们也会指派，还是有啊，还是有、啊，还会指派，我们会指定哈、哦，也主管业务的这个同仁哈、哦，去做评论哈。哦，我们现在主席，我报告主席，然后秘书长你也请听一下了哈。我们现在法律是有一些应经主管机关的首长同意哈。好，那么我们在这个法律下，然后又给各机关去订办法。订办法是什么意思？把它再具体化啊，再具体化什么是可的啊？啊，多少时间哦？什么样的工作？把它具体化。我们法律是给他比较概括性的，然后就交给行政部门再做具体化。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把现在的具体化的东西拿出来直接入法做一个限制呢？哦，这个在逻辑上我觉得立法院好奇怪呢。不是那个李委员有，因为我们法官法哈，它基本上是一个基本法了哈。那基本法里面它不是一个施行法，如果施行法的话，它具细迷可以列。那一般我们就是原则性的定哈，这立法体例上啊，你看哦，我跟主席报告一下哈、啊，对，第十六条这边呢、啊，法官不得兼任下列职务或业务，其中第四款，各级私立学校董事、监察人或其他的负责人，你看哦，写的这么具体哦，对不对？写的这么具体哦，所以也没有什么说我们就是要很含糊的哈。哦，那这个部分就很含糊，那个部分就很具体，所以你得经主管机关同意而去兼任的职务，我们把它具体化，啊，这样就没有争议了，啊，除这个之外都能不准，啊、哦，法律嘛，我们除非是用法律授权的部分，这样，我们现在就是法律责啦，或者朱姐，我们现在的服务法里面就是法律授权，结果。授权以后，他行政机关再去定一个具体的什么可以做，哪一个具体的事情什么可以做，哪个不能做。那我们这边似乎是可以就现在已经形成的啊、哦、这个兼职的啊一个现况，然后做一个啊、哦、这个啊、讨论以后，我们把它具体化，就是只有这些可以，其他都不行啊、哦。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啊，我们用大家拢给干嘛谈，给干嘛谈啊？啊，你不是说工作不这个负荷不了？哦，叫做啊 loading 哈、哦，啊、哦，啊、哦，在员工那个loading 哈、哦，啊 loading 哈、哦，就是你的负荷不了，然后啊、又是休这个请假，然后去兼差啊、在啊、你说啊、你刚刚我们总召问说多少人兼差了哈、哦，那这个当然资料我们希望能够赶快拿到，那、啊、我再请问一下秘书长。平均一人兼差的每月收入有多少了、啊？我们再另外再查一查。不过用秘书长的经验就好。你当初兼差期间，平均一月的兼差收入有多少？很少啊，因为那一个钟头才多少钱？很少，他就算钟头。对啊。然后一个钟头大概1000块嘛，哦。没有吧？大学有，大学有。训练所，我因为我只有在多少我在训练所。训练所好像是哇塞，一千嘛，对，1000块嘛，一千，有一些还弄到2000块的啊，没有到2000，没有啊，1500啦，哈，1000多，那一个礼拜
四个小时。没有，像我是我的情形是没有到这么钟头，而且它是密集的。比如说我们是一月到三月，这一个时段我们是上课这样而已。一个礼拜四个小时吗？现在没有，不见得。像我的情形的话，我去训练所上课的话，是一个礼拜，比如说两堂课。两堂课的话，那是密集的哈、哦，密集的这个一月到三月，他在上这一个市长这个部分。秘书长，谢市长，一个礼拜是不是四个小时内？时对呀、啊，四个小时细情课啦，啊、哦，然后啊、五个礼拜，大概一个月大概就20000块了。真的是这样子啊？这个在目前的这个报酬哈，在大学的部分，大学的兼课它是只有几百块，一节只有几百块。多少钱？在700块左右。如果看他是讲师。市长，你有没有兼任？有没有？我没有。啊，你没有，你怎么知道？没有，我过去曾经兼过。有兼任的，是不是可以上来回答一下？好吧。都没有兼任。那个黄厅长。哦，你有兼任，好，来，兼任情况请报告一下。对。报告主席跟各位委员，我是台北大学兼哈，一个礼拜2个小时是教诉讼实务。说坦白了，因为现在各国都有，像很多国家都希望有实务经验的人到学校去教诉讼实务。那如果说不能去教的话，他完全没有人去教，那学生出来哈，说真的，完全读书本出来的哈，实在没办法应付外面的实务了。现在多少钱？一个就是一个月的话，我跟他看那个一个月不到5000块了。啊、哦，一个月不到5000块，因为哈。到训练所去上课，他是按钟点费来算，所以比较高。到学校固定的话，哈，那钟点费哈，一个小时大概600块左右。要拍坦哦。拍坦。啊哈，我那个课报告，我那个是晚上还不用休假。如果说白天要休假，其实那个还不足我们，因为休假不是实务，所以供起来，算下来一点都了。我如果拍坦，你的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赚呐、啊。你怎么拍坦的？你在那对着工拍坦。哎呦，你实在哦，好啦，那所以我说哈、哦，是不是应该要明定一些兼职的范围啊、哦？明定兼职范围，否则的话，真的是哈、哦，那就是首长哈、哦，首长在那边这个 OK， 那个 OK， 那我们的立法就完全失去意义。哦、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啦，哦，否则的话，我们就要信任啊、哦，信任这个主管的机关哦，来定这个办法。那可能定出来的司法院的办法、行政院的办法都不一样了，对不对？那还要再搞一个跨院的一个协调，哦，那这何必呢？我们就直接立法院这边把它明定，就是除学术教学兼职外，哦，真的不得，哦，那这样不是很好吗？哦，啊，以上哈、哦，谢谢。可能要定在那个公务员服务法里面，那个不是在法官法里面。好、哦，谢谢。接着请蔡正元委员。主席，本席会请教林秘书长，请林秘书长。蔡委员，早安。林秘书长你好哈、哦，那个其实哦，我觉得我们立法院哦。也不要对法官这么苛了哦，那么要求那么到那么细的地步哈、哦。那法官愿意拨出时间哈、哦，到教育机关里面去传道授业啊，这基本上多多少少应该鼓励啦，因为有时候哈、哦、他是放弃了一些休息的时间呐、啊，哦，那么去从事这些工作啦，是应该多多少少鼓励啦，不应该把他当作说什么给干嘛谈呐，说那么难听，对不对？那。这个法官到学校里面教书好，就算1000块好不好？说难听一点，都比去坐台便宜啊，对不对？那所以不要给了法官要求这么苛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哦，应该怎么鼓励啊？那当然呢，刚才也有委员同仁提到一些可能会比较争议性的问题哈、哦。那比如说上 call-in 节目要不要得到你们同意 ？call-in 节目待遇比较好呢？这个哈、哦，它不是那个。不是这一条，不是兼任哈，不是兼职。算不算兼差？他不是兼职了哈。那他从事的业务的从事的这个职务或业务哦，有没有就是16条嘛？有没有足以影响法官独立审判或他职业的伦理？这个当然要这样去看他。当然，法官上的媒体都是会比较有争议性的议题嘛。我的看法是，能免则免啦、啊、哦。
所以说，如果说刚才大家对这有意见，说法官在公共媒体里面有一些比较争论性的事情，因为法官的职务本身就是对争论做出最后的仲裁嘛。那你还没有做出最后的仲裁，这个职务给人家讲说你就是站在哪一个立场了，那不是很扯吗？哦，我是担心这个议题，不然你觉得怎么样？我的印象里面看哈，我们没有法官哦自己主动跑去上call in节目，法官了哈，被动有吧？没有，只有我们有指派哈，我刚刚举说公共像公共电视台，或是像其他的一般电视台，那是长官指派的，对，要求的机关指派的，法院指派的，只有这个情形，工作的一部分嘛，对对，哦，这个只有这个情形，我的印象里面是没有法官去上call in节目的。另外一个话题回来，媒体不只是电子媒体嘛，也有平面媒体啊，那如果法官在平面媒体上大发议论，然后收取稿费呢？这跟上call in节目没有什么两样啊。这个目前我们没有规范它了，嗯，对不对？这没有规范它，因为这也牵涉到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那在争论节目也是言论自由啊。对，但是这目前我们媒体写文章的部分，我们没有规范它。不是，你要了解到现在这个社会的媒体工具是没有形式之分的，你上电视节目去讲话，跟在报纸上写文章，报纸写文章有稿费，电视上讲话有什么出席费还是什么费，对不对？性质是一样的，你不能说啊，这边是言论自由，那边就不是言论自由，这个是好像说不通吧？对的，对。那当然，你在媒体上面写文章，以前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是对针对在审判中的个案，你发表的这个议论哈，那有些是不适当的，也曾经因为这样受到院长的关切。有某某报纸找某些法官写文章，特别为他报纸的立场上讲话的哈，待遇哈比你不是那个什么一个小时什么600块哦。那个待遇是私下的筹码都非常的高哦，你可能不晓得哦。这个我倒不清楚哈。对嘛，你们不知道嘛，对不对？我现在告诉你，就是有这种情形啊。那这个，我们如果觉得说法官在电子媒体上面哦，太多发表意见言论不好哦，也许你会觉得啦，我是无所谓啦哦。那也许委员同仁觉得也不好啊，但是法官在报章杂志上也是涉及到很争论性的议题的文章，可能跟电视节目也没有什么两样啊，何况如果是附和报社的立场的话，啊，那个私下的稿费是高的吓人哦。这个秘书长，我告诉你实情是这样子的。嗯。哦，特别是如果有一个法官哈，因为有时候媒体要炒作嘛，法官愿意写一些文章去骂另外一个法官的话，待遇更高，知不知道？我不清楚这一件事。你是不清楚过去有法官在报纸上写文章骂另外一个法官，还是说你不清楚说有私下带报酬很高的？报酬这一部分我不了解。哎，你查不出来嘛？你不敢问嘛？你也没问过嘛？对不对？我以前哈，说实在，我也是最近才接这个职务，所以我以前也没有立场去质问这件事情。那好，那我请教一下，我们现在开始了哈，那法官在电子媒体上面去批评另外一个法官审案可不可以？电子媒体是不适当的。那如果是法官在报上写文章去骂另外一个法官审案可不可以？这个在我们法官伦理规范里面是有规定，是不能这个样子的哈。法官目前的法官守则里面就有这样的规范。但是法官守则只是、那你如果违反的话会送自律。有吗？过去有被送自律吗？我的理解中好像没有。没有，那个就是了备一格嘛、嗯，因为那不是法律，就是你们的内规嘛。法官守则只是你们的内规嘛。不过曾经哈、哦，我是看报纸啊，因为我也是最近接这个职务，报纸上曾经记载过有某法官呐、啊、哈、哦，因为登载的批评审判中的案件，那前几任的司法院院长曾经哈。找他们来，就说告诫他说这样是不适当的。哦，这样子而已啊。对。好吗？好，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法官介入这个街头政治运动好不好？啊，不行，这个不行。不行那法官如果介入街头社会运动好不好？比如参加白玫瑰运动。这个就是说，在我要看我们那个法官的守则啦。我们法官守则里面有对于这些行为有加以规范的。
那我问你有没有规范？可以啊。比如说我法官参加白玫瑰运动，可不可以？要看那个法官守则里面的规范啊。我现在一下子法官守则怎么有这方面规范吗？有，对，那这个因为目前的法官守则是比较抽象了哈。那我们在法官法通过了以后，我们会制定一个比较详细的一个法官伦理的规范。好，不，要法官参加这个反毒运动、禁毒运动，可不可以？就是要看他的性质啦。是应该鼓励的啊。就是要看性质。我只是有一些抽丝剥茧来考验大家的界限在哪里而已啊，对不对？比如反毒运动，对不对？哈，戒毒运动，这是应该法官参加，是应该鼓励的、啊。他是判这个事情的人啊。那法官参加禁烟运动呢？抽烟，我们这里面好几个老烟枪，哦，那个界限就开始有点啊。对。那法官如果参加反毒运动，赌博的赌，可不可以？我想法官哦，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参加这些。哦，我开始浮出真相喽。好，你别说没有。好，法官如果参加澎湖这个所谓的反毒公投了，以后要看个案啦、啊，个案来看哈、哦，因为法官伦理规范他会有一个委员会这样的哈、啊哦，来看他那个行为啦。不敢对这些事表态嘛，我只不过一个案例一个案例丢出来看，到时候你们是怎么去对法官呢、啊？参加某些商业非商业的活动哈、哦嗯，我跟你讲，有时候就是事务关系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哈、哦嗯。我就举个例子。澎湖上是为了所谓的要不要开办这个赌场的公投，啊，赌场的公投，就有司法人员介入，就有法官介入，啊，哦，那是检察官啦、啊哦。我们这个法律里面不是有规范检察官嘛，对不对？哎，准用，以后是准用。你是这个时候不能赔得很清楚，我们对我们来讲，你都赶快啦、啊，对不对？都是德高望重，对不对？学有专精啊。刚刚不赶快呐、啊？不是啊，我讲你要从老百姓哦，我们这种民意代表老百姓哦，往上看下去，你都嘛赶快的，对不对？哈、哦，那么敢拿两亿公约嘛，对不对？哈、哦，啊，处罚坏人的嘛，啊，我现在意思就是说，像社会上有这种争论的议题，里面又涉及到两方面不同庞大的利益，现在结果看起来啦，都就是个结果啦，哈、哦。那么有了土地利益的赞成这个，有了土地利益的赞成那个，哦。所以变成那个反对赌场公投跟赞成赌场公投的人，就是他已经不是针对所谓赌博这个议题了，他涉及到一个什么资源的分配的议题了。那法官你自己的道德观、你自己的宗教观，就加入哪一边？好啦，司法人加入哪一边？那我今天加入哪一边？看到你哦，还有司法人员在庭上问完了以后啊，啊问完了以后就问那个县长啊，他说哎、欸，你不要公开表态哦。要公开表态哦，你这个案子我要怎么样哦？不好吧？我都问过法务部长了，我只是一个一个切到最后，就说你们要怎么去规范自己从事各种活动的行为嘛，对不对？那你刚才答复我就很难接受，说电子媒体也不好，平面媒体言论自由，这个就不好嘛。对，评论平面媒体哦，那也要看他写是什么东西，一般哦。审判中的案件是不能够去批评的哈、哦，这个是法官的世界各国的法官的伦理规范里面都有这样非常明白的规定。啊、批评了也没事啊。政治议题，那以后有这个法官法过了以后，伦理规范的很明确的话，那将来有违反的话就要送自律啊，甚至严重的话会评鉴啊，那些效果就产生了、啊。打个比方，你现在正在审一个案子啊，嘿，哦，林法官在审什么呢？蔡法官是在另外一个庭啦、啊。那我在上面大媒体讲说，你林法官这个审案哦是违法违宪，可不可以？那你可能就是态度的哈、哦，你的那个态度的、啊、法庭的那个态度。这个态度有什么关系？我问你说言行上可不可以 啊？你说审判上的案子不能够批评嘛？对，尤其是法官批评那个法官，跟我们民意代表不一样啊。我们民意代表规心不需要到处去吹啊，对不对？与案情无关的事项哈。哦对啊、任意批评哈，那个也会变成违反伦理的规范。不是我们，这将来在伦理规范是规定的相当的细的。我们只是希望说，你们法官哈，整个是一个给社会大众是一个群体嘛，啊，一个群体。你们希望法官有独立审判案的空间，你们法官跟法官之间不要闹内讧嘛。哦，是不会啦，对不对？如果法官公然在某一个审判中的案子跳出来攻击另外一批法官，或某一个法官。那我们社会大众看起来，他都没什么啊，
对不对？那大家更不尊重你们，那大家随便骂你们、批评你们就不好嘛。所以你们要对此要求更严格一点嘛。是。所以可能是不是以后你们要定下一些规定哦？比如上 call in 节目要你们同意，包括像写文章要提到哪些案子要你们同意，对不对？你们内部要自己去自治嘛。如果你们自己管不好了，今天从我们这来搞个什么法官法啦？有没有道理？对的，在法官你说不能从事商业，我不行，我们都同意。可是法官不能买股票，我就有点的强人所难，而且可能不太妥当。将来在法官的伦理规范里面哈，会比较精确的哈。当然，你说法官也会跑到那个证券公司坐在那边，整天那边杀进杀出，当然是不好啦，对不对哈？跟你说完全不能够买股票，这个也说不过去啦，对不对？哦，那你说去教书啊，去教一些这个教学上也是，我觉得是非常好啊，对不对？可是界限有时候大家关心的是不是其他的活动啊，是可能要稍微仔细思考一下，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对，接着请潘维刚委员，潘维刚委员发言后，请柯建明委员准备。主席，请林秘书长。请林秘书长。潘委员您好。哎，您好，秘书长，我想因为大家都表达意见，我想我也应该要说一下啊，因为我基本上是完全支持我们资深优秀有实务经验的法官去兼任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工作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对学生来讲，对于我们这个整个这个法律的实务能够让他们能够得知，而且这个我觉得对学生来讲是一种这个福气啦。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其实我也知道法官已经非常忙了，但还要刚才秘书长也讲了，你去上两个钟头一个钟头课可能要准备一天，是，但我觉得啊，不要说准备一天，你上两节课至少准备半天啊，而且有些很多新的东西，而且我们说这个教学相长，实际上在这个教的过程里面，实际上也会让自己的一些东西理念很清楚的去厘清。因为有时候自己判断，但是你是一个综合性的，但因为要能分析出来还是要经过一个思考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我第一个要表达立场，我是绝对是全力的支持啊，我赞成。第二个部分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制定法官法，虽然我们说也是对于法官这个检察官一个职务的退场机制啦，还有对一个职务的监督啊，这个是也符合现阶段社会的期待。那之所以要定，也就是因为我们对于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本来在认知上他的位置就是非常的崇高啊。就像这个像法官来讲，这个实际上我说他的待遇基本上还有对尊重来讲，几乎是超过特任官，而且是终身职。啊，但是呢，我们当然对他期待也是比较高。其实呢，我觉得大多数的法官，我还是要说，大多数法官其实是相当的谨守分寸，而且呢是整个戮力未攻了。那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方面我们在讨论法官法，但少数的人，我们说的恐龙法官啦、不适任法官，我们当然希望他有个退场机制。但我想，这个也不是说借着讨论法官，好像把所有法官都，或者这些司法人员都弄成好像这个非常的不堪啊，那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哈、啊，因为我觉得司法要能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而且是这个能建立起来也相当的不容易。那我们也不希望因为一个法官法，让所有是非常努力的法官，也因为好像我们定法让他们也受到一些伤害。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持平，然后公允。把重要关键我们所期待的东西能把它放在里面其实就够了啊。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在这个讨论过程，所以我也说这个也是正面意见，如果都不表达大家就听不到了，就只有好像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这样好像是大家都天下都法官都很不好啊，检察官都很不好，那我想这个就会有误会了。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啊是本着这样的一个这个观念来讨论，就是说其实这个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虽然我们有一些规定，但是其他就是因为
有一些这个空间，实际上也要经过主管单位的这个同意，然后才能再去这个担任。这里面我相信就包含了所有大家对这个职位的要求期待啊。那所以呢，我相信会很审慎的来做考量啦。是的。但至少我觉得教学的部分，我是觉得我们一定是要全力的来支持啊，因为基本上如果不好的，或者不是有的人他可能很能审判，而且很有法理的基础，但可能这个不是很能表达，那学校可能也不见得会去邀请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多方面，各方面都能允许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优秀资深的我们反而要鼓励他们啊，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这种传承教学乡长的这种机制功能就没有办法达成，好不好？谢谢你，谢谢，谢谢。接着请柯建明委员发言。柯建明委员发言完毕，我们就处理哈，就处理啊。主席各位同仁，实际上我们在今天在讨论的16条、10条，应该并在一起来看待。16条讲说不得兼职嘛，11条讲什么情况可以兼职嘛，好，那这个有原则性的问题啦。当然，刚才几位委员发表意见都很宝贵啊。那持平的论，蔡正元委员已经讲到那个伦理规范去了，那不是兼职的问题。好，那我认为在大原则底下，刚才秘书长讲过一句话，他要去上一小时课要准备一天啦。你能够当到秘书长，做过院长、高院什么都做过，你要去上课还要准备一小时要准备一天啦。你一个礼拜4个小时要准备10天，那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用干了。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法官兼职当然就是说有他正面的，因为司法研习所会管你运动的，好、哦，有些传承，包括经常讲有些传承了、啊，好、哦，那是很具正当性的。我们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不要因为你的兼职影响到你的本业，这个比较重要一点的。所以这时间规范，当然包括有些情形呢，要比较明确的。好、哦，这个是第一点哈、哦。第二点就是说，我请教那个法务部好、哦、市长哈、哦，请法务部陈市长。柯委你好，这两条定了以后吼，是以后你子孙的代志，那有个发生无？你子孙检察官上媒体，那是长规案的节目啦。好、哦，虽然是他下班也有事情啦，他那个是属于兼职哦。那个不是写文章，那所谓的言论自由范畴。我们就现在了解之后说，检察官去兼变成媒体的名嘴，你那第16条、哦、第7款，其他足以影响法官独立审判或其职业伦理、职位尊严不相容者，其实把职业尊严拿掉，这个虽然是拿掉，但是这个职业尊严事实上有写他的道理哦。好。啊，报告委员哈，那16条跟17条其实它规范的是兼任，而不是兼职。那兼任呢，必须有那个职位，像说你去大学教书，你担任的是讲师、哦、副教授、助理教授等等。如果他没有那个职位，像说担任名嘴评论或者写文章啊、评论啊、演讲。这个因为没有那个职位，所以都不在第16条跟第17条规范的范围之内。这个第七款写的比较，第七款写的比较不，他前的帽子啊，但是帽子是兼任、啊哦、不得兼任下列职务或业务了、啊。是，你去罪名怎样是中甲部啊？对，但是他没有职位了、啊，所以他不是兼任，他是后、哦、职务或业务啊。啊对他前提啊，前提是不得兼任。因为现在检察官准用法官法嘛，哈、哦，不得兼任下列职务或是业务了、啊。这个解释上面的，对，我现在就是说，业务指的是，我比较配合就是说，啊，这我光看这光的刚选媒体，而且媒体现在媒体大家是只有立场没有思维的、啊，所以这需要用守则是支持哪一个了？那个检察官守则或者司法官守则来规范的、啊。我是希望说，第一个像李子孙这样的行为，
到底有没有法可以管？你们的态度是怎么样？鼓励呢？还是呢？还是不管，当然不管。阿喜，我多，不不不。那个检察官守则里面也是有这样子规范。其实像他怎么规范啊？检察官不得以私人或机关代表名义任意公开发表有关职务之不当言论，致损及机关声誉及检察官形象。这是在检察官守则第十条里面的规定。那你是启动点心拍开，啊，换地方法院检察官哦，代表他的机关哦。我意思讲，咱即摆哪要讲个清楚，就是讲吼，其实包括检察官拢有社会一定的尊严的，也要权威性存在。我们在立法官法没有意思要贬义这些人，是谢谢。但是这样的小儿童服的社会责任，他必须要有一个分际啊。啊，就是说，像立春那种偷税行为啊，以后能不能停止下来？一定会规范。其实李子春啊，在担任检察官所发表的有不当言论也曾经啊受到处罚。怎么样处罚？申诫还是他有被处分过了。这样子啊。是。所以我记得，我认为这两条是应该讲一些，就是说原则性的问题哈。你讲你监禁不要紧。没影响到你的本业，这是第一个问题。好，那至于说那写文章，我看林孟煌常常写啊，黄玉华常常写啊，还有那个一个什么张胜兴，张胜兴检察官，好，张好，等我下原案，很多都在写啊，甚至好都很严，也有不同立场严格指判，但是他的文章谈持平的论哈。哎，那些敢写文章的人，他多少有些利润了，但是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那些都属于言论自由范畴了。坦白讲，检察官网站你把它打开看看，那个攻击来攻击去的一大堆啊，那个都随时大家也看得到啊。那个每一个都要处分吗？互相攻击一大堆啊，批评检察总长的一大堆啊，啊，所以言论自由是另外一套了。你讲法官写文章，一定要叫来讲。这个都不对的啦，坦白讲，啊，不管他是赞成男的赞成女的，但是太过分的那，我是一回事情嘛。有些基本上哈的言论自由范畴还是这个社会还是要不要多的代际的。那我觉得这两条应该就是说把这兼职的部分哈理清楚，时间理清楚，应该是啊。刚才潘委员说要鼓励，我不能，我认为要鼓励啊。你本应该是最好管，只鼓励你外口兼职的，这个唔对。那要鼓励叫优异法官，大家无来钱遐啦。遐然后谈个清楚的哦，个我法都讲表达清楚了。优异法官倒是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案子啊，怎么领薪水啊？啊，这也没有考核啊。啊，优异法官他能够这款的啊，然后谈个清楚的迄款的，我去给他告诉。倒是还有说适得其所了。哎，包括官方法，他刚刚不应该用，像黄厅长能够去，大概他是弄行政职啊，当行政职的比较有可能的。这第一线的法官倒非常很困难的，但是呢这个东西还我认为还是要有一些准则的，好不好？是，有一法官他先看吧，那第十七条啊，我看那个司法院、行政院、考试院版哈，跟李学章等委员、本席的，还有柯建铭委员，甚至谢国良还有黄淑英委员的版本呢、啊，都是一样，啊，一字不差了，啊，那我们就采用那个司法院的版本，好不好？啊，那我们就用司法院版本，因为都全部都一样，一字不差。哎，那当然有些资料，这是一定要求的，这是一定要求的哈，好不好？还有采用，那我们就采第十七条，就采用司法院及各委员的一个版本哈。好，那就确立。那请进行第十八条。那宣读已经宣读完毕了哈。针对第十八条啊，实际上都是
也是一样，要柯建铭委员，三分钟啊哈。主席各位同仁哈，七十八条就是法官或检察官要严守职务上秘密，好，啊，甚至于离职后也应该遵守，代表说你的秘密要到坟墓里面去了，好，离职都不能讲。那最近有几个案子大家应该很清楚，作战村，请那个陈市长，请陈市长。哎，喂，你好。就是说，要严守职务上秘密，那不守密的话，有泄密的刑责嘛？好，是不是啊？是。那这一条的规范，除了泄密的刑责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法则？那看他的言论或者行为，言论及行为是不是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好，那。我们再举周山村的例子就好了。周山村是因为他对于这个合法搜索票以后没有去迷轰，好，然后这中间实际上有可能泄密的人是用这个因为细则来处理嘛，哈，那还是要点的哈。你检察官起诉周山村，但这个过程中书记官也有责任，法官也有责任，甚至海巡署人。这中间有一干人等，包括检察官，都有泄密。那周先生这种行为，哦，我相信是法院上一般的行为啊。那对这样的起诉哈，就是用泄密罪来起诉的话，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认为有针对性的。那检察官这样的行为，坦白讲，检察官有泄密啊，大家都有接触过啊。哦，只要周先生。合法搜索票的时候，没有迷轰，书记官那边一般都书记官在处理的，啊，所谓秘密证人的问题啊，这样一个例子出来，我认为。